全国第一座以原住民为主体的文化艺术中心，就坐落于北投公园旁边。带有浓厚的原住民特色，不仅是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的专属空间，也融合了传统以及当代艺术的展示。馆内的一到三楼是原住民文化常设的展示区，透过多媒体以及实物陈列，介绍台湾各大少数族群的特色以及文物。而其他的楼层分别提供了会议、表演、图书、举办活动以及教学等相关的课程活动。如果你想要一览台湾先民的生活风采，那么就怀抱着爱以及尊重的心来到这里吧。